该没有再烧了吧？再多拿一点石头，铁定可以放回去。蜘蛛眼不是这里的，是这里。啊，这个红石也要带着。好，又要晚上了呢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盖完。我看我盖到哪里啦？捡一下，泥土还是很珍贵的，在这种空岛。边都挖掉。哎呀，不行！呀！我有很强的了，我有很强的武器了，我不会怕你的。哎，我是挖错了，到这一边，那这边都拆掉，多余的都拆掉。啊，完了，跳不回去了。算了，把这边半砖都拆掉好了，都弄成全砖啊！不是，拆错了。嘻，都是我的，捡回来，不能浪费。有吸起来吗？有。吸。嘿，好。喂，好。我看一下弄到哪里了，这边地板要铺起来，这边先开着啊，等一下，冲，吃个马铃薯，继续冲，这边这样子弄起来。这样子啊，这个又要先打掉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从那边引过来就可以了。这一圈泥土也都可以挖掉了。哦，那是外面的哦，那先留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，哦，天花板没封起来，可是。可是很多欸，欸，先擦掉一点。天花板还没封起来，封到一半，然后石头不够，用半砖缝好了，没关系，只是天花板而已吧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啊，好，那这边也先擦亮一点，不然上面又生怪。先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要先弄一个啊，这边要再下线半格，这边要再下线一格才可以。看看那个讲解是这样子，不然我们往上好了，因为往下盖好麻烦哟。你说往，对啊，往下盖好麻烦哦，我们往上盖好了，虽然会有点。不知道这样子效果还好不好啦，不过应该还可以吧。我那个那么小的都成效了，应该是没问题吧。这边就要拿出我们的两桶水，先把动线盖起来。对，先决定好那个要从哪里弄上来，我们要在。先在这里擦亮一点好了。为什么刚刚那个擦下去变暗了？首先啊，这边要围高一点点，这边要再高一点。
应该是要往下的、啊，可是人家是空岛，没办法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就是这样子。他说是在这两个角落倒水之后，这样子，然后把，哎，哪的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中间有一条鸿沟？我盖太大是不是？可恶！好吧，那就只能再加一个。这样子下来之后，会流到这边，然后要把让这一个，把这边的都挖掉，然后就会流过来，就可以不需要四个角落都倒水。就会像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边要开一个三格的孔，而中间在哪里？中间是这个，这里。啊，等一下，掉，歪掉，歪掉，歪掉。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中间我不应该先倒水的，可是因为我想要看，好，上来了。中间是这个，所以一、二，这个要挖掉，这个跟这个，这一个，这样子，三格之后，然后再把让中间这个留空，这边堵起来，他们就会直往这边出来。所以这个要先盖起来，这边要先盖起来，对吧？是这样子吧？叫他们就集中在这里出来，然后呢？这样子一格一格就可以了，因为他们很矮，他们是矮冬瓜。然后就要开始把这边弄起来，然后这一格不能有水，弄出来，这一格不能有水，因为他们有一些会淹死哦，没有告示牌。他们有一些会在水里面淹死，因为他们很矮。没有拿告示牌，告示牌两个，刚好，因为我不小有两个，是因为我不小心把他的对话框那个敲掉了，对不起。啊，告示牌要三个哦，这一个不能有水，然后他们就会因为会爬，就会往上爬。就会往上爬，然后我这边在石头不够了，需要很多很多石头，挖了这么久的石头一下子就没了，剩两组，然后要把水回收起来。收起来，我想我画个图，等我一下。从一个方块从这边出来之后，这边上来，然后这边嘛，这边是他们的东西的话，好像还好哎，好像从这边出来可以哎，可是这样就是丑丑的而已。那我先把上面的盖好了。这样才不会又乱掉了。我先把上面的红石机关盖好了。假设从这一个出来的话，怎么盖啊？怎么盖来着？这一个吗？
所以这样这一个是空的，是他们上来的地方的话，然后我要在这里。可是为什么我看他们是可以在跑上面的、啊？可是我机关放这边，那我在这边好了。好，那就在这边好了。这里，然后，好，开始看着我的小笔记。首先要把粘性活塞用这一个方向，让它推一个石头吗？平常是推着的，所以这边是要一个洞。这边用。我想说推玻璃好了，推玻璃好了，玻璃比较看得到，到底下面有没有挂。好，他们从这一个出来之后，所以我人要站这边，他们从这边上来，然后我这边要放啊，那个喷射器没有用，喷射器没有做。喷射器，那是叫喷射器吗？投掷器怎么做呀？那两个投掷器，最重要的居然忘记了。投掷器我会做吗？观察者，发射器这个要弓，两个弓跟一个红石，两个弓。啊，一定要新的哦！哦，烦呢、欸。你们麻烦用过的不可以吗？而且它其实还很新啊。我人站在维修啊，我人站在这里嘛，然后这边要推一个东西。推玻璃吧，推玻璃好了。这样子，然后这一个方向 ，Oh no， 浪费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要这一个方向放一个，然后它充能的时候会推过来，不是这个。我看一下，我要它是这一个方向，然后它，这个方向，然后前面放一个玻璃，然后。然后上面放一个石头，再来一个红石灯，然后把拉杆放在这里。平常是这个状态，这样子，对，好。然后投掷器要放在，发射器要放在这里，跟。这里，那里面内容物先不要放，万一血块爆炸血怎么办？然后这边因为他们是液体，所以这里要放一个告示牌，不然会流下去。对，然后这边可以堵起来。那这个是我打过来的地方，是吧？啊，这边要放栏杆，没关系，之后再放。那我们开始做后面重要的部分。对，重要的部分我来看一下我的笔记哈。首先这边过来一格。完了，我画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一格，两格，然后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了，完了。然后一格两格，这一边要一个红石，然后，我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先试看看吧，这样子，啊，要一个按钮，这边一二，这边一个红石，我涂黑是什么意思啊？等我一下，我重新看一下。